怎么下都下来了，还要上去啊？江涛，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呢，你可以回你的阁楼上去，不要下来，永远都不要下来了。 第二个呢？你自己心里知道的。江涛，你不是跟我说过的吗？人要往上看，不要往下看的。哎，江涛啊，你快来给我指指啊，哪个是牛郎和织女啊？黄瑶死了呀。 不是你的错，黄瑶死了呀！他死了不是你的错啊！黄瑶死了呀！ 谢谢啊！谢什么谢呀？嗯，看见你能变得生龙活虎的，像以前一样，我就放心了。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。啊，你哥哥那个店刚开业，肯定是有好多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你抽空去看一下啊。哎，行了，你就送到这儿吧。我走了。啊。 哎，干什么呀？我脸上有花呀。啊。行了，你快回去吧，我也回去休息休息了。你回去睡一会儿哈，饭记得吃一点。 好了，我就放心了。